家就住金石堂附近嘛，啊，都在经营补习班，啊，有师姐到我们那边是要办爱撒，我就给他拒绝，我说我不想要宗教进到我的班级，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信道教什么就跑掉，就拒绝哈。后来就知道说，台南慈小这边要招老师，一个学校，好，这么多人在扶持这个学校，大家的理念是一致的，那我觉得那个影响的力量真的很大，这个团体不简单啊。那我觉得我如果能够进来这个学校，我觉得可以帮助比较多的孩子。那有一次刚好也跟上回去见上人哈，还要离开的时候啊，上人就问我一句话，说啊你敢是主行啊，他就轻轻的问一下，那时候我就讲说，哎啦哎啦，我也去培训啦，哎我也去，而且在上人面前就直接有承诺，上人说我会去培训啊，那加上说我想要更加了解慈济啊，就是这样因缘，然后加上我家师姐在护持，就是说比较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啦，对。用两次，就是强调上人年纪也这么大了哈，其实他要忧心的事情很多。那我们在第一线教育的现场，能够把它做好，让上人少一点忧心，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更加努力，一定把它顾好。